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鬼鬼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传说中返校的续作《还愿》，看起来会非常恐怖吗？来试试看吧。这些年代呢，在台湾的1980年代，也许大多数人都还没出生吧。我们来进去开始新游戏。来了，是我们一开始的地方，这里的家，这是一个家。对，我现在是谁？我看不到我是谁，我是一个我不知道是谁的人。然后我现在没办法移动诶，现在是下午5点，然后是10月。哦，老公，你还在看电视吗？我是老公。跟你说，嘿，今说。天我买菜的时候遇到楼下的贝贝，他说他孙子最近很晚回家诶。他一定是去网咖，该不会是学坏了？他一定去网咖玩游戏吧？还好我们家美心不会这样乱跑，美心，不然光担心哦，都不用做事。有一个女儿叫美心。所以我是老公吗？我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？不过今天主任打来，说美心在学校又跌倒了。跌倒了？你不要又跑到学校跟主任反映哦。为什么？小孩子本来就是跌跌撞撞才会长大嘛。他美心会不会是那种天然呆，就是平地上都会跌倒？提醒我买点水果送给老师，他的老师那边就整个人都变活泼了。我觉得这就是功德吧。送水果给老师，好，所以美心很喜欢老师。美心看起来蛮喜欢老师的。等一下，风好像越来越大了，画面在动报纸在震动，总算是有回报。报纸在强力震动中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好了，剩一道菜就可以吃饭了。好，吃饭。所以美心人呢？哦，我的手。美心。美心呢？美心在哪？美心在哪？美心在哪？在哪？刚是那个回忆模式吗？我的手。我是老公。我是美心的爸爸。手在一个抽动。好的，这里还是刚刚的那个家，但是变得好黑，画面好亮。好，我们的家，我们先到处看看。这里可以关电视，关掉好了。可是现在什么都看不到，对不对？现在是凌晨1点钟。啊，有一个公事包，这里我们刚刚坐的位置，有一个长颈鹿的身高图。我现在哦，这边有记录身高诶，9岁114，现在不知道几岁了，这个走到140。这长颈鹿表情有点憨，呵呵，看起来有点憨。电视怎么又开了？我刚不是关掉了吗？怎么又开了？谁开的？这里有一张美心的涂鸦，好，美心是中间那个，这个身体比例，身体也太长了吧，脚也太短了吧，手也太长了吧。这边是这个神龛啊，台湾人通常在家里会摆一个这个祭拜祖先或是神明的一个神龛。这边有年代，我们现在是1987年的10月7号，星期三，1987，中秋节。这里的灯特别亮，开门，兔年1987，开门，怎么还有路？又回来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这是什么隧道？我们又回来了耶！我们刚不是从那边出去的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现在是2点，过了一个小时，刚刚是凌晨1点，现在是下午2点还是凌晨2点？不知道。美心的房间锁住了，为什么美心的房间？这不是我女儿房间，进不去。这里呢？预测。我想上厕所也不行。那这一间，黑黑的，有一个红色的 umbrella， 红色的雨伞。这什么房间啊？在下雨我脸上都是水，我脸上都是雨。门关上了，让我回去。
哎，开不了门。好，这是用那种奇幻的世界吗？幻想世界。我觉得我不能前进，但是我又必须前进哎。来喽，大家准备好喽。哎呦，红色玻璃鞋掉下来了。哎，雨伞不见了。滴血。哎，这个哎，灯管在滴血。红色玻璃鞋，这件不能穿，这穿上一定就是下半身会断掉。红色玻璃鞋应该算高跟鞋吧？哎呦哎呦，上面写了还来，我的美心，孩子还来，美心怎么了？美心被抓走了吗？我的孩子，哦，好黑，我的孩子还来，哇呜！哎，等下后面有人，哇，什么东西？跑太快了吧，光速侠哦。好，再回去。富贵猴年，哎，变猴年了。1987，哎，等一下，1987，我们是回到7年前呢。刚的时代是1987，现在变1980了。开门，开门。哦，被关在自己家门口。钥匙，哎，信箱，钥匙可以放这里吗？这样陌生人都可以开耶。然后使用道具。坏了。哇，哎，7年前我们家好空旷哦，有一个立方走星光红毯的照片。立方是谁？立方把这些星照挂满卧室，他应该会很开心。难道我老婆是立方？这个是什么？宝岛艺文奖最佳编剧。所以我是剧本师，我会不会是一个写作专家？我有一个艺文奖哎，文艺青年。为什么要玩？玩是干嘛的？哎，这是镜子吧？哎，我照不出我自己哎，我是鬼吗？我照不出我自己的脸。哎，这是镜子，对啊，我照不出我自己。厕所，我还是不能上厕所。哼，都过了7年了，回到7年前，我还是不能上厕所。这怎么办？好，这一间呢，应该是夫妻的卧房吧？哎，有一个问号。用来挂画的钉子哦，所以我们应该来挂画。我们来把刚刚那个相片，然后把它挂起来。哦，怎么了？结婚后他就没再拍过这样的东西了。哎，所以我老婆真的是这个明星呢。哇，哎，挂上，哎，哦，也挂上一个，全部都布置好了。哎，我是谁啊？我看不到我的脸，我脸被抹掉了。然后这是丽芳，这是我老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应该把该摆的东西摆一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来布置我们的房间，所以把这个奖杯呢布置上去。哦，编剧影视的写作奖。哦，我是写作最佳编剧奖，杜峰宇，我叫杜峰宇的样子。编剧影赏，我是阿杜，杜峰宇。这是我，好多奖牌哦。好，哎，都布置好了吗？哎有，哎，多了电视，多一些电视。OK，这里是什么？乐，这是乖乖吧？打开乐乐，发现快乐，奶香苹果风味。哎，我们好像工具人哦，我们要在这边收纳收拾。看一下我们的碗筷。这也就像个家，平时都是由立方在打点饭菜。接下来，哦，灯怎么关呢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停电哦！哎，有灯在闪，该不会是厕所吧？我们最后可以去厕所了吗？灯在闪，厕所，哎呦，是不是厕所？哎，变电箱爆了！哎，这谁？舞者娃娃。装饰用的拉糖娃娃，厕所还是关着，厕所还是关着。有音乐，有音乐。哦，这里，哦，有杂音。哦，我感觉不能靠近呢。
该靠近呢、啊。哇，我的